即将来到整个下龙湾的最有名的叫斗鸡石的部分，现在乘坐的是海上下龙湾的公主号 The Princess Day Cruise 部分，从早上的8点的船，然后一直到现在下午的时间已经接近到1点15分了。可以看到整个今天的天气属于阴天，还好那个不会太热，这个可以看一下整个下龙湾的一景的部分。正前方我们看到，这就是远远的这个在这座山后面，就是下龙湾最有名的斗鸡石。因为现在整个1楼2楼现在都还在用餐，所以现在整个甲板上现在人是相对是比较少的。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小编 Steven 为您现场报道，可以看一下。